老爸，别穿得太随便了，重要会面哦。什么大事？我要结婚了。你小子够深的啊！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呀？谁啊？裴儿。你不是也没追上吗？到现在我觉得也实在没法再瞒你了。谁啊？嗯？哟，老孙。你怎么来了？老爷子今天够精神的啊！干嘛去？走哪去？哎呀，这不是燕儿找了个男朋友吗？约好了两家今天见个面。今儿我可没工夫陪你下棋了。老爷子，今天呢，我找您来不是下棋来，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想跟您说。什么事儿这么严重啊？哟。这么大一屋啊，太大了吧？大点气派啊！哎呀，不过也行。哎，怎么四个呀？怎么四？就四个人。啊？就您我啊，燕儿他爸。嗯。哎，你妈不来啊？你没跟阿姨说是吧？哎、那个，我妈跟高叔去马尔代夫旅游了，所以今天就我爸自己。哦，玩去了。你妈真够有福气的，我们这岁数就喜欢出去玩去，我就是没这条件。哎，燕儿，你干脆出去迎迎你爸去得了。我刚才进来看着七了拐弯，我怕他找不着。啊，好，好吧，嗯。一个人带着他真不容易啊，要不然呢？这燕儿跟他爸关系特别好，跟他妈就一般。不过他妈也是，你说这么好的闺女要我，我得想成什么样的，我绝对舍不得。不过这燕儿啊，也不太记恨他妈，反正就是平时联系的不多，不亲，没法亲。你说呢？我觉得离婚可以理解，但是不要孩子，女的这我真不理解。你怎么这样就来了？怎么了？你不是说要闪亮登场吗？穿成这样。我根本就不想穿。啊？啊，不是，我根本就不想来。什么意思呀？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电话放楼上了啊，我那个静音了吧，我忘了。咱上去吧，阿姨等半天了。还有必要进去吗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什么意思呀？他根本就没离婚，你就跟他好上了，还让我们两个家长之间见面，你怎么那么糊涂啊？谁跟你说的呀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不要管谁跟我说的，我就问你，这是不是事实？我不知道您来，知道您来我就收拾收拾了。您瞧瞧，嘿，这小屋这个面积还可以啊，这面积是足够。婴儿房的话，看看怎么设计了。哎。不错。这过年好好收拾收拾，这就乱的。这个可有年头了，啊，老物件了。这老物件了，这个有二三十年了，这柜子。这样子真是，让我想起了。哎，走。像这种柜子呀，原来这个镜子都是两面，你知道吧？
这一面。啊！有鬼！有鬼！啊！有鬼！怎么了？鬼！鬼！有鬼！鬼！吓我吧！啊！谁呀？谁在柜子里呢？给我出来！他不出来，我报警了啊！废什么话呀？你怎么报警啊？不要报警！不要报警！我叫程大吉，程露是我闺女，这是房产证，这房子是我的。不，你先等会儿，那什么露露，这是谁来着？是我前妻。白叔，爸，白叔，爸，白叔，爸，白叔，程叔，爸，没事啊，没事没事，咱们不怕啊。哎慢点啊，慢点！啊，慢点，你好，来，看点头，来，爸，您往里坐点。别让我见着他。以后都不会见了，爸，没事啊。别让我见着他，让他走，快走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我跟我爸去吧。那你一人行吗？没事，有什么事我给你打电话啊。有什么给我打电话啊？师傅，咱去医院。哎，燕儿，哎，你爸怎么样？没什么事儿，我找朋友安排了个病房，现在休息呢。没事就行啊。燕儿，你稍等会儿，我一会儿过去陪你去啊。今天怎么回事啊？乱七八糟的。哎，今儿真太不好意思，你这闹得太乱了。今天，我一会儿就过去陪你，你稍等，你别着急啊。别了，我觉得你暂时还是先别过来了，我怕我爸看你之后情绪再更激动，啊。还有那个孙辉来了，不是他怎么知道的呀？我爸跟他说的呀。你爸还能打电话呢？那没什么大事吧？应该。嘿，哎，你这心够大的啊！不是，孙辉去我更得过去了。燕儿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爸好像醒了啊。婴儿房啊，大眼袋婴儿房，感觉怎么样吧？水，那都怪我呀，今天就不该去，这顿饭不能吃，我不能眼看着你往火坑里跳，这丁满意。到底给你下了什么药啊？哪有啊，不说这个了啊。爸，你现在身体不好，你就好好休息好吗？我休息得了吗？我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件事儿，感情那个小院也不是他的，那他还有什么呀？他哪点配得上你啊？你想不想出院了？叔哟，你醒了，太好了。好，小孙呀、啊，哎呦，真是谢谢。没事，你看我这盒饭啊，这个拖鞋呀、啊，这盆啊，这是准备在这住多长时间呢？备着呗，先备着。燕儿，我化验结果出来没有？还没呢。还没呢，伯父。我怎么看你们两个人脸色不对呀、啊？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？想什么呢？不是，那小孙为什么背这么多东西啊？我怎么觉得我这回够呛了呢？49床的，诊断结果出来了啊。什么结果呀、啊？不用治了，你呀想开一点，回去啊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喝什么喝什么。不是，这叫什么花啊？你呀收拾收拾啊，赶紧出院吧啊。啊啊！谢谢啊。这是放弃治疗吗？你能不能不想这么多呀、啊？你自己看一看，健康着呢。这不都正常吗？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这还不好啊？那他怎么说话呢？这是。我这一受惊吓，这个腰间盘又犯了。哎呀。那你把那拐棍儿拄上。是。这段时间就别。白叔。别有什么剧烈运动。哎，他怎么又来了？我不想见到他。白叔不想见到你。
不是，这有你什么事儿这儿啊？不是白叔，这个事儿太突然了。那您先别生气啊，这事儿肯定能解决。这个真不是，你听不懂国语啊？白叔不想见到您。闪开！什么事儿啊这儿？闪开！宋亲，让你先别过来了。我这不放心你爸。啊，咱俩走。走，马上那个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先别过来。是，等你爸稳定点，跟你爸好好解释。行，我知道。这事儿是一小事，我肯定能解决。哎呀，知道了啊！那我先走了。啊，千万别让你爸上。电话。啊。慢点啊，白叔。饭是剩的吧？这都是啊，剩的水果也拿来。